媳妇儿，问你个事儿。如果有个老头给你100万，让你离开我，你会选择我还是选择100万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你问什么问？如果有个老头给你100万，让你离开我，老头不是你，犹豫都不带犹豫的。我但凡多犹豫一秒，都是对我这100万的不尊重。说好的陪伴呢？你看啊，陪一个男孩子长大，不如陪老头说说心里话。你这都跟谁学的？谁教你的啊？你放屁！那我问你，一个少妇有100万，你选择少妇100万还是选择我？我会非常坚定不移的选择陪一个少女长大，不如陪一个少妇说说心里话。那咱俩扯啥呢？哎呀，闹着玩儿嘛。其实我都知道，你嘴上这么说吧，你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，对不？其实我和这个100万。我和100万，不是100万，能听懂吗？不，咱俩现在就分手啊！哎呀，我要是真有那100万，我肯定给你50啊！哎呀，媳妇还你对我好。那老公，你要有100万，能给我吗？哎呀。你等着，我去把那50万给你取回来啊！